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刚刚在外面看到诸位同修啊，非常勇猛精进，已经呢把这个睡啊都打掉了，中午也没休息啊，一直在那里读诵《弟子规》。好，我们是随喜功德。俗话说啊，初发心成佛有余啊，所以我们这样的勇猛精进啊，一定要持之以恒。那早上我们提到，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这教诲啊，最重要的要长养孩子的孝心跟恭敬之心，而自诚的恭敬心啊，与自信相应，所以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当我们在落实这一句教诲的过程，事实上也在落实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我们看这一句教诲是不是落实了孝养父母，也落实了奉事师长，因为师长也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再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当我们用这样的恭敬心面对父母，父母欢喜；当我们用不耐烦的心，用忱恨的心对父母，那就没有做到慈心不杀。所以当我们是用恭敬心的时候，也是做到了不杀，也是做到了不嗔，这样的教诲。再来，六度，我们在面对父母啊，都能一味的恭敬，其实已经在做内财布施，因为我们会奉养父母。再来，因为我们所表现的行为啊，是随顺佛菩萨教诲，也在做法布施，让其他的人看得心生欢喜，也在做无畏布施，因为父母欢喜，亲人也欢喜，也是在持戒，这是佛陀的教诫。再来，要不要忍辱？当父母啊对我们的有些误解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平心静气去面对，这就做到了忍辱。那诸位同修，我们是不是这一句学完之后回去啊，从此以后对父母都是和颜悦色？当然也有一番啊这个历事练心的过程，所以也要做到精进。那当父母态度跟我们比较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能够忍一时，能够退一步，这也是禅定的功夫。当我们在落实弟子规的过程，都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在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活得明明白白啊，就是般若智慧。我们也是在落实六合敬，所谓见合同解，我们依照弟子规来作为家规，家庭就是一个僧团。再来，口合无争，意合同悦，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对父母，父母时时啊也会非常欢喜。那也是做到了普贤十愿，第一愿礼敬诸佛，也是做到了广修供养。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呀要关照自己的心，所谓关心为要，
当我们的心时时跟恭敬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啊，也就具足了佛陀的教诲。好，那早上我们提到了出必故，反必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减少父母对我们的担忧，再进一步延伸是减少家人对我们的担忧。所以假如我们跟是小家庭的状况，所以出必故，出去的时候要跟谁讲啊？要先跟谁报告？小家庭刚好没跟父母住啦，要跟太太大人报告，要跟太太讲说，哦，我们去了哪里，让太太啊放心，当有紧急事情的时候他也知道啊怎么样联系上我们。好，那假如啊我们今天在外刚好决定不回来吃饭了，绝对要事先啊打一通电话回来，能不能一看12点多了才呢打一通电话跟太太说我不回来吃中饭了，能不能这个样子？这样就辜负啊太太的用心，早就把菜都把我们煮好了，那我们就愧对啊太太的这一份心意。所以我们时时处处啊要替对方着想，所以应该啊10点多已经知道不回来吃了，赶紧啊打一通电话回来交代。当时时处处为对方着想，那相处起来啊就能够和乐融融，所谓尽人者啊，人恒尽之。而这个尊敬啊，不管再怎么亲的人，也应该怎么样提起来。不然啊，假如人与人太亲密了，而没有这样的尊敬跟礼节啊，早晚会怎么样？会摩擦，会有冲突了。除了在家庭当中要出必故反必面，在公司里面，在企业里面也是要做到出必故反必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负责啊不同的工作，当我们有急事出去了，应该怎么做？一定要交代啊，比方说你的工作啊有候补人员可以做，或者呢纵使没有候补人员，一定要把你去的地点你的电话留给他，假如刚好公司临时要处理这个事啊，你也可以马上怎么样赶回来。所以这个也是落实出必故反必面。好，那我们看下一句教诲，居有常，业无变。居住的时候，生活啊要有规律，这样身体才会好。绝对不能啊日夜颠倒，让父母看了、啊、替我们担心。那业无变，这个业啊，在学生时代我们可以当学业，在修道当中啊。可以当道业，长大了可以当家业、事业。所以经营学业、道业、家业、事业、啊、都必须要、啊、持续不断的努力，绝对不能啊变来变去。我们看看现在很多人他工作情况啊，常常会换来换去，现在这个现象很普遍。好，诸位同修，他们为什么常常换工作？为什么？假如你的朋友常常换工作，你去思考一下，他的内心是什么状况？
内心啊很躁动，都希望啊赶快怎么样赚大钱。俗话说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年轻人常常啊工作换来换去，去应征的时候最重视的就是我一个月啊能拿多少钱。当一个人啊眼光这么短浅啊，很难啊做大的事业。所以啊，当他常常换工作，在这个换工作过程啊，对他的社会信用啊也是一种折损。而人往往一个躁动的心啊，想要赶快赚多一点，在时机还没成熟以前呢、啊、可能就跳槽，甚至于啊自己在另外开一家公司啊，跟原来的公司怎么样打擂台啦。其实这么做好不好？家和万事兴啊，所以凡事都要以和为贵啊。当我们是在这样的公司里面成长，这个公司这一些上司啊对我们都有恩德，都有提携的恩情，绝对不能因为啊赚钱啊把这种人情啊通通都折损掉，这个就啊相当不明智。而当他折损人情，折损这些恩情啊，其实他的福报在这个过程里面已经怎么样折损掉了。甚至于还有的人啊把原来公司的人也怎么样带了一些走。其实这一些同事啊被他带走的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才能够被他挖角走？都是用什么？可能都是用待遇啊，用收入。但是你用待遇用收入啊所赢得的同伴啊，改日也会因为有更高的收入啊也会离你而去。所以你不是以德啊服人，这个事业啊也做不长久。所以一个人要经营事业啊，首先要了解一个重点，就是财富到底要怎么样去经营啊才能长长久久。中国的财神啊是范蠡。为什么中国人把他奉为财神呢？因为啊他了解到财富的真正原因，如何才能够让财富啊能够永久不败。所以在春秋时候，范蠡跟文种辅佐越王勾践复国。那当越王勾践击败吴王夫差之后，这个勾践啊就跟文种讲，那个范蠡就跟文种讲说，勾践这个人啊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共富贵，因为你的才华在他之上，他会嫉妒你，所以我们啊赶快走。结果文种不听啊，他说富贵已经在我的眼前啊，我怎么可以就这样放下呢？所以范蠡啊就载着西施啊到了江南一带。后来果不其然啊，越王勾践啊赐文种啊自杀。所以诸位同修，看人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我们看错人啊，很可能一生啊会有很大的损失。勾践到了江南一带啊，就开始从小生意做起。没几年啊，他发了大财，马上啊把钱都全部啊布施出去，又从啊小生意开始做起。过了没多久啊又发了大财，他又同样啊把
把钱呢、啊、布施出去。史书上记载，三聚财，三善财。所以他是真正明白啊，财啊，就像水一样啊，要让它流动。积财啊，会伤道，所以一施出去啊，马上呢又会回回来。所以《大学》里面说到啊，财散则人聚。当我们布施出去的时候，都是真心真意啊，帮助这些贫苦的人。好，这些钱虽然散出去了，诸位同修，这些钱不见了吗？到哪里去了？这些钱啊，化为对人的恩德啊，时时放在所有接受的人心中。而这一些人时时刻刻又想着什么？赶快啊，来回报。所以假如你做生意的话，他们要跟谁买啊？绝对啊，大老远也要来买你的东西啊。所以财散，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无形的资产啊，时时都在。等你有机缘成熟要赚钱了、啊、这一些钱啊又会重新啊回来。所以万法因缘生，所以财富的真因，在财布施。缘在哪里？缘在啊，有机会出现了，我们有工作的机会。缘在啊，有贵人相助，点点滴滴啊是缘，而真正的因啊，在财布施。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啊，自己也可以回想看看。很多的朋友啊，一生几十年啊，也很努力工作，到头来有没有留下钱？不见得有。有一些朋友啊，他的工作虽然不稳定，但是为人很慷慨，往往他需要钱的时候啊，他就有很好的工作啊，钱可以进来。所以很多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也有赖我们了、啊，好好啊，去观察，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啊保住财富。曾国藩先生，他的外孙叫聂云台先生，写了一本书叫《保富法》，因为聂先生他长期居住在上海。诸位同修，上海是什么样的生活？最繁华的生活，也是最容易看到啊财富大起大落的现象。所以聂先生把他一生啊看到的很多事例啊写下来，书中提到，往往都是很有家教的家庭，像曾国藩先生、林则徐先生，他们这些有家道传承的家族啊，到现在啊，家风都还很好，家族啊也很兴旺。那很多商人的家庭啊，往往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啊，就败掉了。其中在书上也有提到，有一位周姓的商人。刚好他是开钱庄的，就像现在的银行一样。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啊发生了灾难，当地的钱庄主管啊捐了500两，那他的财富啊已经有几百万两了。结果对于他这个分公司的主管捐了500两啊，他很生气，还骂这个主管。
那朋友问他，你留住财富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是聚不散，所以只要钱到我的手上啊，谁要把它拿走啊，都很困难，所以相当吝啬。到他死的时候，他所积累的钱财啊，有3000万元，在民国初年，一元就不少了。他居然积累了3000万元，把它分成了10份，每一个子孙啊300万两。结果聂云台先生观察到啊，他这10个子孙啊，在往后几十年，全部金钱都败光。其中有1、2个啊，是为人处事还不错啊，但是钱财还是败得精光。其他那一些挥霍的那就不用讲了。所以我们从这一个事件当中也看出来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你看连后代啊，为人处事还不错的人，都因为上一代啊没有积德，非常吝啬啊，这个余殃啊降到了下一代子孙身上。好，所以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啊，就要随份随力，好好去做财布施。那很多朋友就会提到，他说那我又没有钱，怎么做财布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啊，告诉朋友，财布施啊分2种，一种是什么？内财布施，一种是外财布施。那外财啊，指的就是所谓的钱跟财物。那内财是指我们的劳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现在社会啊，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啊，做义工。这个做义工啊，就是落实了内财布施。其实内财布施啊，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做。我们在工作当中，只要同事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我们马上啊诚心诚意的帮忙他，告诉他，这也都是在做内财布施。而纵使是外财布施，只要你是诚心诚意去布施啊，那功德也是无量。所以师长也常说啊，佛菩萨布施1块钱的功德啊，比我们布施1000万啊还要多啊。因为佛菩萨的1块啊，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是没有边际的。那我们的1000万呢，是有边际的，很可能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啊才捐出来，所以啊功德是有量的。有一位女子，有一次啊经过一家寺庙，她非常恭敬啊进入寺庙礼佛，礼完佛之后，他把他仅有的2文钱啊通通啊布施出来。那方丈住持啊亲自出来帮他诵经祈福，帮他求忏悔。后来啊他福报现前，入宫富贵，带了几千两啊到了佛寺来。结果方丈没有出来啊，反而派他的徒弟啊出来帮他诵经，帮他回向。这位女子觉得很诧异，之前啊捐钱2块，方丈住持啊亲自帮他祈福，现在他捐的数目这么大，
只有叫徒弟啊出来帮他诵经。那这一位女子啊，她也很有好学之心，主动啊询问方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那方丈也告诉他，从前你捐两文钱啊是真心真意啊，所以我不出来呢帮你忏悔啊，内心啊过意不去。而现在你虽然捐了这么多钱啊，但是你的心已经没有像以前啊这么样的真诚，所以叫我的徒弟啊出来就可以。所谓福田啊，最重要的靠心根啊。好，所以我们处处啊心地里面啊都希望众生离苦得乐，都能随份随力去帮忙，相信啊修德的福报啊也是非常的广大。好，这个是在事业方面，我们要懂得啊稳扎稳打去经营。再来家业，当我们的家庭能够经营好，那父母非常放心。可是假如我们的家庭经营不好，夫妻吵架，孩子教育也教得不如意，那父母可能就要担几十年的心都担不完。好，那我们要把家业经营好，首先也要慎于开始。那家业一开始要重视哪一件事？要择偶啊，那对象要找对啊，不然呢那家庭就很难经营啊。所以女怕嫁错了，当然哈，男生也怕哈找不好对象。所以我们在儒家的经典当中，第一本经典《诗经》，第一篇《关雎》，这么重要的经典，为什么第一篇是《关雎》啊？因为啊，儒家教诲啊，首重伦常大道，五伦关系，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诸位同修，这五轮啊，哪一轮最重要？夫妇最重要，夫妇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啊，而一个家庭啊，又是社会的一个小单位、小细胞啊，所以夫妇和家庭就和，家庭和社会就安乐。所以为什么第一篇文章啊，要用《关雎》？已经点出来啊，五伦首重夫妇之道，所以一开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所以这一篇就告诉我们，男子追求对象啊，要追求什么？窈窕淑女才对。那什么是窈窕？我曾经在中学演讲，底下的中学生很直接的回答我，窈窕的意思就是身材姣好的女性。你看现在的孩子对圣贤的教诲怎么样？完全扭曲掉了。所以这个社会教育啊，要负很大的责任，都误导了。这个窈窕最重要是有贤德的女性才对。好，那我们要来了解到啊，夫妇这一轮啊，
对于五伦关系啊，它有根本的影响。当夫妇相处能够和乐，好，家庭气氛啊就非常好。所以父子至亲，你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当中成长，孩子长养非常健康的人格。那兄弟之间呢，也会互相有爱。好，所以夫妇啊，不可以吵架。吵架啦，家庭气氛就很奇怪。而假如常常吵啊，对孩子的整个人格成长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我们接触很多的同学啊，假如父母相处的不好，他们的内心啊，常常就想啊，离开这个家，早一点离开早好。而这样的女同学啊，往往呢，都很早就结婚了。为什么？他们想说，嫁出去之后就可以离开什么？这个让她觉得不好受的家庭。而这样的女性啊，她能不能找到好的对象？往往都不行，因为他不懂得如何判断好的对象。所以夫妻之间啊，要能够相敬如宾，长养一个好的家庭气氛。好，所以啊，纵使夫妻要吵架了，也要怎么样？忍下来。所以这一点啊，我的母亲啊，做得还不错。所以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啊，父母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啊吵过架。当然，私底下也没有，因为啊，我对我母亲啊也相当了解。所谓知母啊，莫若子。因为啊，母亲有一个功夫啊，学得不错。什么功夫？忍耐的功夫。好，诸位同学，我们看这个忍字啊，上面一个刃，一把刀，下面一个心，所以忍要忍到什么功夫才是到家了？当刀子啊架到你的心头上啊，也能够如如不动，而这不是真，不一定是真正的刀架在心头上，而是当对方啊用非常犀利的言语啊面对对待你的时候，你也能够啊心平气和，不要被他激怒了，这个就是忍的功夫。所以忍啊，要忍得明白，忍要忍得为大局着想。那忍得明白啊，我们要了解到夫妻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所以养成的习惯啊也会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这一段差距啊，也要透过我们长期的包容，长期的体谅，慢慢才能够啊协调得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啊太苛刻啊要求对方。所以这是啊要忍得明白。再来，因为啊我们要成就家庭的和乐，所以要为大局着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学习，所以也要忍得下来。所以忍要明白，要为大局着想。那有朋友啊，他听完课程之后呢，回去啊改变很大，马上啊本来常跟先生会吵嘴啊，他回去之后也是很勇猛啊，开始呢家里很多的事啊都主动去做。
但是一边做啊，内心啊还是不是很诚心诚意。好，因为做的时候有目的啊，希望呢先生能够怎么样看到他的付出啊，所以一边拖地啊，一边眼睛的余光啊还在看哪里啊，看他先生啊有没有看到他点点滴滴的付出啊。结果做了一个礼拜啊，他的先生啊依然顾我在那里看报纸，所以他按耐不住啊内心的什么这一股怨气，马上啊对他先生说，你都没有看到我付出那么多吗？怎么都不来帮忙？那他的先生呢看看他脾气这么大，还说在学弟子规那可能你这个人啊就会前功怎么样尽弃。所以我们把本分做好啊，绝对不是去奢望啊谁来肯定谁来看，因为那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而往往你抱持的是这样的态度啊，身旁的人啊反而会对你肃然起敬。好，所以夫妇和乐，父子至亲，兄弟啊也会和睦。所以我从小我两个姐姐啊对我就非常的爱护。记得我决定啊把我的工作辞掉之后要推广中国文化，我的二姐啊马上跟我说，你啊安心的去做，我每一个月啊给你10000块钱支持你。所以当下我们有很深的体会啊，人的一生当中啊有两股力量啊是完全不求回馈，一股啊是父母对我们的爱护，另外啊就是兄弟姐妹啊对我们的扶持。所以走在人生路上啊有这两股力量啊，内心啊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充实。那诸位同修，我有没有拿那10000块？有没有啊？不知道。最重要啊是这一份心意啊时时刻刻啊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好，所以当父子有亲啊，孩子形成啊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所以当他这一份态度内化以后啊，往后他出社会遇到好的长官提携他的长官啊，他对人啊知恩报恩的态度也会油然而生。所以对父母孝顺的人啊，君臣也会有义啊。所以俗话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那是有他绝对的道理在里面。好，再来，兄弟姐妹啊都懂得互相照顾，他在家庭当中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跟态度，一到外面跟同学跟同事他那种替人设想的心境啊很自然就提起来，就能够做到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以夫妇人一正，态度正确了，延伸开来啊五伦关系啊都会很正确。所以中庸里面也提到啊，君子之道照端于夫妇。所以夫妇相处啊就是很大的学问，也是五伦啊制药的关键。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啊，选择对象啊是一个重要的开始。那男女的相处事实上啊也要道法自然，有它一个正常的轨迹，绝对不是像现在坊间情歌里面唱的情况。但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孩子啊，他对于男女关系的认知从哪里来？
很多都是从这些情歌来啊，所以好像觉得人不轻狂怎么样？枉少年，好像没有爱到死哈，就是没有年轻过，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呢、啊，都在影响他们。所以我们教五六年级啊，对这个就特别谨慎。那也是很巧啊，我也不是刻意啊要去跟孩子谈哈、男女的相处，因为刚好有一天我们班上啊一个女孩子跑过来，她就对我说，她说隔壁班一个男生啊，昨天呢跟着他、一起走到他们家的门口，他很生气，觉得他鬼鬼祟祟的，所以呢他叫我呢要去处罚那一个男生。那诸位同学怎么办？所以我们当小学老师哈、真的是哈、什么都要管。我就啊走到另外一个班级去，哎，看看他们老师不在，我才进去，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复杂。所以一进去啊，我就把这个男生叫过来，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其实他看到我的时候内心有没有疙瘩？有啊，他想说我可能会去骂他，但是我没骂他，我就跟他说你怎么这么傻。他听了一头雾水，我接着就跟他说，哪有人像你这样追女朋友的，你看你这个动作做下去呢，他是越来越讨厌你还是越来越喜欢你？他一听呢若有所悟，频频点头。所以我就回去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结果后来这个孩子啊，这个男孩子呢远远看到我啊，手就举起来，老师好。我还跟他保持好很好的善缘。但是呢透过这个例子啊，因为其他的同学啊也都知道这件事呢，那我就呢顺水推舟啊，就告诉他们男女相处啊要经过一段时期，叫做相识相知相习相爱。到结婚，那结婚完以后呢，是不是结束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开始。所以呢要懂得啊经营。很多说法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你看这些都是错误啊，误导很多人。其实一个人夫妻相处啊，是不是真情真爱啊，什么时候看出来？看往后的经营。我常说啊，什么叫真情真爱？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公公啊牵着老婆婆的手在海滩上散步，然后呢老婆婆跟老先生说，老伴啊，明天是十五，明天要吃素。哇，那这是真情真爱，酒啊越沉啊越香。那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过程告诉学生呢？因为啊现在很多啊一认识呢，那个男生就会跟他说，我好爱你啊，这个违反自然，一定是骗你的，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你，他怎么可能会爱你？还有呢，一遇到他就说，我这一生啊，非你不娶，非你不嫁，这些都是错误的言语。所以啊，我们跟学生讲，这个爱啊，是能够用心啊，去感受对方的需要，而要感受对方的需要啊，必然是先从啊了解开始。
相知开始。好，那相知啊，也要有智慧。你不可以啊，一开始认识他呢，常常都是两个人出去。你两个人出去啊，你看他看不准，因为他一定啊，使尽全力把所有的优点怎么样，都捧出来，把所有的缺点呢，都盖下去，所以你就看不准。所以当你呢觉得对方很好的时候啊，要默默在旁边什么样观察，要不落痕迹，看看啊他对其他的同学、其他的朋友是不是啊有爱心，这样看呢、啊、才会准，代表啊他对待别人啊都懂得关怀，懂得帮忙他人，所以你这个知啊就会产生呢，珍惜啊这一段缘分，相惜，再进一步提升啊相爱，到最后呢能够建立共识啊，共同走入婚姻，进一步啊经营好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这一个过程啊也让孩子形成了、啊、正确的判断能力。那爱这个字啊很抽象，我们呢进一步呢用四个标准呢、啊、让孩子来感受。第一个，爱的感觉啊是温暖的，因为啊时时处处啊对方都替你着想，着想你的内心啊会觉得很温暖。那我们看看现在世间的男女啊，有没有感，他们在相处当中有没有觉得很温暖？可能过了热恋期之后啊常常都会冲突，有时候冲突的太严重了、啊、还会互相伤害，所以这个是不是爱？那绝对不是爱，那是欲望，想要控制对方，想要操纵占有对方，然后呢是拿着这一个爱啊来威胁，你看我这么爱你，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个我们要看清楚，那不是爱，那是欲望。当你明白了哈，这个因缘啊就要赶紧避开来。现在很多年轻男女都说啊，我都已经跟他交往两三年了，虽然呢很痛苦，不过啊又不得不嫁，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好、哦、已经痛苦两三年了，再嫁下去会痛苦多久？而且不是你痛苦哦，对方痛不痛苦也很痛苦啊，当断不断啊，反受其乱，而且这个婚姻分明已经不幸福了，这个一下去不止你们两个受灾难啊，还有谁也要痛苦啊？你的父母啊，你的亲人啊，同样都要卷进来，所以人要理智一点。好，第二个，爱的言语啊是正直的，爱的心地啊是无私的，爱的行为啊是成全的，第二点特别重要，言语要正直，因为啊很多男生很会讲什么花言巧语，听说现在不是男生很会讲，现在女生也很会讲，所以男生也要小心一点，因为现在大家口才都很好。有一位女士啊她很有意思，我讲完这个课以后啊她过来跟我说，她说蔡老师你讲得很正确，言语正直的人啊才老实才可靠，我的先生啊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
第一次认识，他就跟我说你的牙齿不好，然后第二句话又告诉他，因为你的牙齿不好，所以你的肠胃也不好。哦，你看他先生有推理能力啊，因为牙齿不好，咀嚼就不好，所以增加肠胃负担，所以胃也不好。他突然觉得呢，这个男人很老实，后来啊就嫁给他了，所以也非常正确。那当我们找的对象啊，都只会跟你讲花言巧语，好，连出去大伙一起吃饭，他的眼中只有谁？只有你浓我浓，这样的男人能不能嫁？不是大体的男人啊，绝对扛不起大的责任。所以啊，我们女性同胞啊，选择对象啊，要看得深，看得远，要找正直、忠厚、可靠的，还要找什么？孝顺的。因为孝顺的人啊，他的心地啊比较宽广，懂得去爱护别人，不会啊自私自利。啊，有一位朋友啊跟我反映，他说嫁给孝子啊也很辛苦。哦，好多女性啊都在那里点头。其实啊，我们要抱着心地啊，这个行为成全，我们成全对方的孝心，还是一样啊，随喜他的功德，对待啊公公婆婆很好，而这一份心，这一份你的心意啊，他会放在心上，然后啊，慢慢呢，透过你的幽默，可以去改善彼此的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会觉得嫁给孝子很难受？因为啊，他的心里常常就在那里想，这个孝子啊，第一啊就是父母，第二是谁？第二又是兄弟，第三是谁？第三又是朋友，第四又是谁？第四又是孩子，第五才是我。所以每天这么想啊，怎么样？很难受。所以啊，因为这一份爱心啊，没有成全对方的这种态度啊，所以常常在那里患得患失。当我们懂得欣赏对方的情义道义啊，久了之后啊，反而彼此之间的感情啊，越来越深厚。那一点一滴啊，我们说日久见人心啊，先生也会越来越感觉，我在家庭当中，我在事业当中啊，都有你的随喜功德特别顺利，慢慢的他对你就会越来越珍惜，越来越爱护。好，所以啊，行为要成全对方。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的先生的妹妹啊，在夏威夷生活，刚好情况比较不好，结果他先生知道以后啊，就把他们两年来啊所有的积蓄啊要汇给他的妹妹。好，假如你是太太啊，你会怎么做？要不要汇？这一位老师啊，先生讲完以后，先生说要汇过去，讲完以后啊，这位老师说啊，我很佩服你这么做，因为啊，你懂得啊，兄友弟恭，而你这么做啊，你的父母一定非常安慰，非常欢喜，所以啊，这一笔钱啊，我去帮你汇就好。好，所以成全了先生的孝心。而当他夫妻啊能够这样对待啊，所谓家和啊万事兴，这么一做啊，随顺性德啊，那一定有很大的福分啊，
往后会后福无穷。所以能舍得掉啊，能舍就能得。好，所以呢，爱啊，应该啊去成全对方的善，成全对方的好。那当我们从这四个角度啊来观察一个人，就可以了解到他是不是真正啊懂得爱人。那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到，他说这四点啊还要再加一点，叫啊喜欢啊看圣贤书，喜看啊善书。为什么？因为啊看了善书啊才懂得啊处处替人着想。好，因为人不学啊不知道。好，所以他这么说啊也相当有道理。所以我们也要看看啊好对方是不是啊也常常在熏习圣贤的教诲。那诸位同修，这个标准啊绝对不是只有放在啊男女相处当中的判断，其实我们与一切亲友相处啊，我们也要常常关照自己有没有做到啊这些标准。比方说当我们跟对方相处啊，他是不是很温暖很贴心，我们是不是能够啊常常成全对方包容对方。当我们时时啊提醒自己啊，相信啊每一位跟你相处的亲友啊都会觉得你很好相处，都会很欢喜啊跟你结这个善缘。好，那当我们找到好的对象，也建立了共识，才走向婚姻。而这个共识当中啊很重要的一点，夫妇有别啊，夫妇有别。这个别啊别在职责，因为经营一个家庭啊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啊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没有经济支柱啊家庭就无法生活。另外一个重点呢，是教育问题，精神生活。所以古代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因为有这样的配合，先生在外面努力，太太在家里啊，相夫教子，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状况啊，是不是男主外女主内？不是哈，现在男女都在外，家里怎么样？空掉了。所以下一代啊因为没有好的教育啊，所以出现了很严重的青少年问题。所以怎么样把家庭经营好，一定要取得很好的共识。毕竟啊人生无法重来一次，孩子的教育啊也不可能回过头来再走，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懂得取舍。怎么样才能够啊让孩子有所成就？不然呢、啊？纵使夫妻两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很有财富很有地位，可是孩子却没有教好，相信啊我们的中晚年啊也不可能会幸福。很有可能啊自己在工作当中呢又想到今天孩子啊不知道又会出什么样的状况啊，你纵使再有钱呢、啊再有权呢，也得不到身心的安乐。好，那夫妻如何建立共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讨论。谢谢。